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教育是国之根本。所以面对我们108年课纲的改变，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基础科学被削弱了，大学的教授也法令，我们的物理化学微积分，自然科学在高中的科学的过程当中时数减少了，所以进到大一的程度就像割一杆换，大学教授好烦恼。我们是以科技建国的国家，结果削弱了我们数理最擅长的理工，那你未来如何在整个科技领航的产业经济发展跟国际来匹配？所以108年的课纲，未来我老这总统13年没有召开的教育国事会议，我会重新开始做检讨，重新调整。我在这里我也呼吁赖清德，不要制造世代对立，你要看到老师跟家长的欢乐，也不要用你们的政党高层所有的力量来攻击一个老师，这个是让大家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请记得，我们的课纲该改变了，该调整了。你不能叫我们做，总统哎，要照做。总统你怎么看？因为昨天有发文，这个108年的课纲啊，有北一女的老师认为这是无耻的，您怎么看呢？是。我已经建议教育部赶快检讨改进，如果不改的话，就等政党轮替来了。文言文也好，所谓唐诗宋词，这个都是千百年来千锤百炼留下来的，也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文章诗词歌赋，也就留下那么几篇几首嘛。比如我们现在常常会引用嘛，顾炎武的廉耻，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对不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给很多从事政治人一种勉励，一种鼓励嘛，就说哎，大家真的要这样，要为老百姓着想，要为人民着想，而且呢要这个苦民之苦都把它删了啊。我觉得，而且这些都是人生很重要的精华的淬炼都没有了然后现在搞了一堆很多文章，我看了看来看去，我也不觉得他们有那个资格作为教科书让学生去念，也都放进去了所以好的文章不用，只为了去中国化难怪郭台铭跟我讲说，他儿子进中学还进小学，连岳飞是谁都不知道，都没有了嘛像前阵我讲这个，我要替侯友宜打天下，像赵子龙一样，就有人讲说赵子龙去辅佐阿斗，
你没有历史都没有读通嘛。赵子龙帮刘备打天下，刘备做天下，赵子龙是辅佐刘备，只是救阿斗而已。哦，这些历史都搞不懂哦。将来，而且你以前大陆文化大革命毁坏文化，李斯而求诸台湾都在台湾。后来呢，现在变成台湾要毁灭这个文化，大陆反而又再重新来振兴。那你两边要至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将来我们这么近，然后呢，这个贸易啊各方面的关系这么的频繁，你都不了解他们，我觉得也不好啊，对台湾也不见得是好事了。那我请问他刻缸问题吗？就说廉耻被拿掉了，我觉得中华文化被拿掉了。是这样子哈，我们在讲中文，我们用的是汉文，那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哈，所以我觉得不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啊。即使美国独立的，他们也在读英国的莎士比亚，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国民在我们的文学、中华文学、文化历史上扎根更深，更有这个程度哈，对于国家的发展一定才会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撇开这个问题，从政治撇开这个问题，而真正去看我们对自己的文学、对于自己的语言、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希不希望更扎根的深根？要改，其实始终是在去中国化的幽灵原则指导之下。所谓的幽灵原则，因为他们不敢明说。那么可是这个课纲已经让各级学校老师跟学生是走进或是说沦陷在越来越黑暗的教育深渊，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走向一个没有光的所在，因为老师们再也享受不到尊师重道的这个校园伦理，而我们的孩子更惨的是他们失去了扎实的基础教育，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合宜的生活教育，因为老师没有足够时间去做深入完整的教学，然后老师也几乎失去所有辅导管教的权柄，那更惨的是我们可能动辄得咎，所以老师们只好对管教这件事情放下了。那所以这场教改可以说是学生、老师以及国家的教育力长期三输的一个改革，而且这个改革的恶化现象在108课纲之后达到巅峰。那这个新课纲它强调核心素养，它强调适性扬才，可是请问在国英数理化、历史地理、生物等等基础学科，它的教学时数一砍再砍之下，连各位相信吗，连音乐美术在课表上都排不上，它是上下学期对开的。那么请问我们学科的基础能力还有所谓的艺术美学涵养，我们要如何深入培养？当然学校开了很多课纲需要我们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所谓的多元课程、弹性课程、什么校本课程、微课程等等，学生要应付这些课程，他们要做好多报告，而且这些课程在期末都要做好多成果发表。那么所以老师们很厉害，一定会把他们训练的到时候上台发表的时候人人上台一条龙，可是事实上他们对他们所学的东西永远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他们学的东西永远只能蜻蜓点水，因为一个星期只有两个钟头的课，有哪一个主题可以深入呢？那么可是大学还是要考，那么台湾的顶大仍然是挤破头，可是中后段的大学可能随时要倒闭，那么学生要考上比较好的大学，请问他们不靠补习要靠什么？所以学生在所谓的探索之下越探索越迷惘，压力山大，请问是试了谁的性？请问是扬了谁的才？那么就国文教学的部分，他们删掉了文言文所留下的这个空档篇幅，的确增添了很多白话文，讲好听是的确多了很多跟生活接轨的一些题材，包山包海。所以我们国文老师，我们可能要教一些社会议题的文章，我们可能要教科普类的文章，我们可能要教建筑美学的文章，我们要教艺术史的文章，我们可能还要教音乐评论的文章。可是各位，你们佩服国文老师吧，我们很强大，我们没有人退缩，我们都兵来将挡，我们都与时俱进，因为我们所有的假期都花在我们参加各种所谓的增能研习的课程上。国文老师没在怕，我们很认真的在跨科教学，可是我只是不知道家长担不担心。好，再来，其实最叫国文老师痛心的是这个课纲它可以说不让我们教品德教育，它不让我们教人格建立，它不让我们教所谓的生命觉醒。108课纲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完全砍掉，它只每个截取一些片段集合成一课。那这个四书一拿掉，
国文课可以说失去了最有系统的一个生命教材。这个生命教材是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民族最珍贵的民族品德。所以对我来说，我说这个教改，这个课纲，它是一个缺德的课纲。因为学生也不再有机会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学习，从个人到家庭到群体到社会，甚至将来职场每一个生命阶段所需要处理的一些伦理问题，他们没有机会学了。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必了，那么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五伦没有了。所以这个课纲，我说它是一个不伦的课纲。各位，文言文它不但具有提升语文的一个能力的作用，它其实是包含着高度的生命哲学。竟然有对语文教育完全无知的人，他可以胡说八道，说什么文言文是党国遗毒。那请问文言文存在已经超过3000年以上，可是国民党只有100多年，为什么有人可以因为意识形态他逻辑错乱到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